我肯定回家的时候，教练就会教你。
All right, guys, you got... Thank you.
就比较难好。你打去多久了？我小时候打，然后被创伤，然后就来这个跟那个 Steve 练球。你们那边没有？你们那边有什么俱乐部吗？有一个，就是要开车1个多小时。哎，算什么？ 我住那边，我住 Colorado Springs， 然后我开车到 Denver， 去到 Boulder 那边也是来回要4个小时，蛮远。你每周都要去啊？我每周去啊，一周大概3次，3到4次，就是我是著名的乒乓名人，我是整个科州最有名的。不是，我整个科州都是最有名的。 去问那个商品牌那个商，绿色一个Terry。他跟你一样，同一个地方。不过他是住Denver，他不用开车那么远。我需要开车，我一次我一个星期我去5天，就是每天来回来回。不是说每一次都4个，因为有时候堵车。还要长吗？就大概单程就大概1个小时半。 单程1个小时半回来，回程1个小时半，3个小时。我们的课是越南人开的，然后就玩玩也不正规。我不是很正规，这样就比较，对，就比较。除非你是有那种比较怎么说，比较有高手跟你愿意陪你练的，就值得那个时间比较值。对，我们没有教。哦，那这样就没办法了。 发现我以为来美国没有人打乒乓球，结果有。其实我们那边也是很多人打乒乓球，只是说他们喜欢打乒乓球，他们没有人教他们，就变成是打的乱七八糟的，那不正规的动作。以前我就是从不正规动作开始过来的，所以很多时候就很多那种不正规的动作也是打着打着，哎，你就看到有什么人就怪怪的样子就出来了，怪怪的。 不过他是比较不教了，他不教。为什么他要培养？小学不用，其他东西就。他打一面反教一面，没问题啊。教球的那种。他要培养到美国。我也不晓得了，因为他半路出家的。